情绿色的酒，记忆。天天中接受顺治小布喜欢的事物不变，就是落子从天，但是要你不是失落来之心，不信那家人心是放心的。万大夫，你要做的太做太真，对万大夫最怕就会来气。你还能做一定是三条软木，我希望你参着跟我做，自从今当年当你问亲情的时阵，你做这不做什么坏处？是，我真的很巧。但错是无啦，那小错是难免。你这人不会留名，那是忠心耿耿，孝敬他们。金瑞秋，要请就管大师，你来参见一次。你拢总是抢白发子，我因为那个唔对，你是不是真的得罪我？胡兄，是老了，又不无路用了。你要过去有路用，定一定长大了，量变是非。任主席是我亲身的亲情，你什么都不免惊。安三夫，你这里讲有点么的罪处？赌一棍，可是邪祸的激动，是不是？要抓掉这个工作，前面不回应，说起龙也是左手一下慢，不对，就是八条也轻松。一定，你不再讲，一定要将你机关把柄也给拆下来。洪兄，那这龙，你哪里走？终于天下大乱，天下大乱，不就为我们不应该独立吗？不管有金子，那纯粹金钱是金子，但是我们人也醉了。可是为了些安生，为中国开路，是为邓南有你，叫出丧事。有钱，就是洪亚林要来的。洪兄，亚公，你儿子从前是高票情啊，但公你告诉我，洪兄，百姓这人是苦不待己，哪有休说的呢？如今洪兄这将是下人子，你最贴心的，我这人这将凶哪里？一上午夜，是个土土土，一个人来出将，那个一个人叫我偏要不从。一个王大帝就将阿杜尼姑的手中，上万寿之恩万年啦，心也内力分忧。有关杜尼姑的事情，我就说完。
陈大侯徒弟替我暗中领他。尊敬皇兄，万叔为你一再之心，可是人生不输家，老心不退。阿舅，小刘公，陈大侯，听起公的话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真是不相干。此处谈天动命魂，自在仙姿则自问，传统理想究竟心，究竟究竟相何心，情无限切切挂虑，可怜人间何处悲，既然离苦的天为地。孔兄，孔兄对我关怀，为何难得阻拦一顿，将军千万能打草压下。为何潘大夫与你决定传我内部来临，决定这是要收回咋老多人说你，会听才听。
有当如果你误认着，这是岂有此理！好家，好家，我来处理红娘。天哪，谢红娘。红娘，红兄到来困林中，是不是红兄？我看要到困林中来。无啦，你是无讲，我是来看卖啊。啊，若无，我都来看了。稍等下，林总管，这是你蒙古的药队。这收拾你无咯，奴才你都用得收的，免客气啦，你收拾啦。我呢就多谢红娘收拾。先生官，我问你，红娘是不是真讨厌本将？袂啦，奴才也不听红娘讲安怎。那呢，红娘为什么是本将这样说我？哎呦，我都唔知啦。今日讲，今日这人到底关唔关？不不不，多谢小朋友，红娘，你都是无听的话，多谢多谢。这人有关系，刚刚红娘对一将的情节，看人就分清。红太好马哦！我看卖咧。啊，这么大，毕竟这么一重量，以后你就看卖真大咧。毛主席讲过，官府下粮食钱，你食太多了。上对你好，我真讨厌。我唔是在问你，你就看卖插嘴。红兄对台不凶，不错。红兄，今天要来看你凶吗？皇兄要选贵的代志，你敢知影？皇兄还阁年轻，你着卖过，较少接受一点。若有时间，你用去天亲节陪皇兄啊。我知影。好简单啊，赶紧去找皇兄，叫伊来昆明宫祭君后。那。快进来，宝贝！爹，快走！我不相信你们能够出外将军。